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文明办共同主办的爱国歌曲大家唱系列活动，今天来到了广西，在美丽的绿城南宁，我们的激情广场要唱出广西公安的激情与豪情。在全民共同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当中，公安机关为祖国的稳定和人民的安危保驾护航，谱写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警爱民，民拥警，警民一心，祝福祖国。今天警民携手相聚在这里，在歌仙的故乡一起放声歌唱，共同祝愿祖国繁荣富强，共同讴歌这个伟大的时代。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口号是爱国歌曲情怀是永远不变的，献上这首《共和国之恋》给大家。的汉族、壮族、苗族、瑶族12个民族共同描绘了一幅独具魅力的民族风情画卷。特别是壮家人，他们爱唱歌，大家经常是以歌会友，以歌传情，用歌声来赞美生活，可以说是无处不成歌。那广西南宁也被称作是一座会唱歌的城市，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斯琴格日乐的歌声当中一起来感受山歌好比春江水的婉转悠扬。Yeah.
滋润了心田，理解增进了友爱，警民心连心，共同祝愿祖国美好的明天，警民手挽手，共同建设和谐大家园。广西被人们称作是祖国的南大门，这里有着1642公里长的海岸线，陆地和越南接壤的边境线也有1020公里。今天的广西已经成为中国和东盟间最便捷的通道，拥有海陆空和内河口岸26个。多年来，我们广西公安边防总队为捍卫主权、维护稳定、繁荣经济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次我们激情广场还专门派出了摄制组来到了广西平祥，在中越边境线上慰问了我们的广大公安边防战士。那一次给家里打电话，接电话的是爸爸，好久没回家，家里还好吧？爸爸说家里挺好的，就是你在外摸爬滚打，可辛苦了你妈。他天天把你嘴边挂，你有时间要常回回家。哦，爸爸，好久没回家，不是不想家，妈妈的身体一直是我最大的牵挂。好久没回家，不是不想家，就没回家，不是不想家。
享幸福。啊，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向大家介绍一位公安部二级英模，他就是被人们称之为禁毒尖兵的百色公安局禁毒支队民警马潇。2002年的6月，马潇在执行公务中遭遇车祸，不幸高位截瘫。9年多来，尽管他不能再和战友们一起奔波在禁毒工作的第一线，但是他通过网络在延伸着他的禁毒工作。他创办的禁毒在线是全国第一个禁毒微博，拥有着粉丝340多万人。在轮椅上的马潇帮助了许多吸毒者戒掉了毒瘾。今天我们也把我们敬仰的公安英模请到了现场，掌声送给他。现在马警官的这个微博叫禁毒在线，也通过微博帮助了很多网友来戒掉毒瘾。您统计过吗？现在成功的帮助了哪些网友成功的戒掉毒瘾？我成功的帮助了38名缉毒人员戒掉了毒瘾，目前还正在帮助和指导2名缉毒人员戒毒。在这里，我们也感谢马警官。其实马警官是我们千万公安民警的一个缩影，因为我们千千万万的公安民警，他们风雨不改自己的痴情，用热血铸就着金色的盾牌。广西公安全力探索符合时代特征、中国特色、广西特点的公安工作新路子，扎实推进各项工作，特别是队伍建设，取得了10大工作亮点，不仅大大提升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提升了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满意度，也提升了公安干警的自豪感。
家看到的在我身后的背景板上盛开的花朵叫木棉花。每到四月的时候，在广西南宁的很多街道两旁，我们都可以看到盛放的木棉花，而当地的朋友也把它叫做英雄花，因为他们认为是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而公安民警正是新时代的英雄。今天在朵朵红花的映衬之下，就让我们警民团结一心，共建和谐大中国。家里盘着两条龙，是长江与黄河呀，还有珠穆朗玛峰儿是最高山坡。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看那一条长城万里在云中穿梭呀，看那青藏高原比那天空还辽阔。我们的大中国呀，啊，好大的一个家，经过那个多少那个风吹和雨打。我们的大中国呀，啊，好大的一个家，永远那个永远那个我要伴随他。中国祝福你，你永远在我心里。2011年的清网行动，广西公安被公安部荣记集体一等功。也是在2011年，广西公安机关又在全区范围内的1486个窗口单位安装了，群众评价的满意率高达98%以上。警爱民，民拥警，警民同心，共保万家平安。每当阖家团聚的时刻，是谁在默默拒绝这诱惑？欢呼和泪，无私奉献光和热，用双手捧出千家万户的欢乐。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刻，是谁在悄悄忍受着寂寞？含泪凝望山和水，胸中流淌诗和歌，用双肩扛起万户千家的生活。平
福万家灯火，是你用心去实现人们的嘱托，你用你那不同的身躯啊，汇集掉不同的长河。盛满孩子的酒窝，你用你那平凡的世纪啊，谱写一首不平凡的赞歌，的赞歌。团聚的时刻，是谁在默默拒绝这诱惑，含笑承担苦和累，无私奉献光和热，用双手捧出千家万户的欢乐。深人静的时刻，是谁在悄悄忍受着寂寞，把泪凝望山和水，胸中流淌诗和歌，用双肩扛起万户千家的生活。广西的公安机关为了实现近距离打击犯罪和零距离服务群众，在街道设立了许多警务工作站，老百姓也亲切地称它为蘑菇亭。如今这些蘑菇亭已经出现在了广西14个地级市和部分的县级市的街道，它的设立极大地提高了警务效能，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如今警民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警民的关系也越来越融洽。亲亲人呀，亲亲人。
会忘记，我们的人民警察为了社会安宁坚守岗位，夜以继日。祖国不会忘记，我们的人民警察为了人民的安危赴汤蹈火，临危不惧。祖国不会忘记，我们的人民警察正是用生命和热血践行着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铮铮誓言。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在征服宇宙的大军里，那默默奉献的就是我。在辉煌事业的长河里，那永远奔腾的就是我。是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时候总有我们的身影，当祖国召唤的时候响彻着我们的回声，警徽在闪耀，歌声在飞扬，就让我们用歌声唱出我们的无限忠诚。英雄谱上书写着我们平凡的姓名，万家灯火辉映着我们无限的忠诚，我们就是人民警察。芬芳，各族人民幸福安康，广西公安责任重大，使命荣光。今天四万名广西公安干警正通过打黑除恶、打拐清网、缉毒缉枪、边防安检等各项公安工作，来履行自己的使命，为平安广西、稳定广西、和谐广西奉献着自己的力量，来确保5000万各族人民生活在灿烂阳光下。
从小爷爷对我说，吃水不忘我亲人，曾经苦难才明白，没有共产党哪有新中国。从小老师教我唱，唱支山歌给党听，几经风雨更懂得，跟着共产党才有新中国。献为民，这是人民警察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选择做一名人民警察，就要舍小我顾大我。共和国选择了我们，我们就要永远唱响人民公安为人民的主旋律。接过时代的火炬，高高举起，你走过了小城边寨，你走过了高原雪域，哪里最需要你就奔赴到哪里，哪里最艰苦你就出现在哪里，你就奔赴到
的足迹，哪里有你的身影，有你的足迹，不缺乏记得你，有才华记得你，雪莲花记得你，蝴蝶花记得你，把你骨灰于共和国，我选择了你，啊，你心系人民，人民爱戴你，人民爱戴你，爱戴你。今天在这里，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广西公安干警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赤子情怀，也深切地感受到了广西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深情厚爱。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公安部的正确领导下，广西各级公安机关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以建设和谐社会为目标，以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安全感为主线，积极地推进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2012年的春天，广西公安又迈出了新的步伐，4万名广西公安干警牢牢树立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以更扎实、更勤奋、更贴心的工作去创造更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18大。在这里，让我们祝愿广西各族人民以及全国人民平安幸福、吉祥如意，祝福伟大的祖国蒸蒸日上、繁荣富强。